较方便。然后其实因为这光是制作我们第一个公司都花了非常久的时间，所以动画的进度其实有点落后。不过我们也已经慢慢有在熟悉这个软体了，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们之后的速度应该会越来越快。然后呢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其实这款软体它还有很多可用性，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而已。然后其实整体来讲我们一整个资料的部分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只有差我们的公司要出来，然后分镜之类的弄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做成成品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做成一个就是真正的 MP4 的档案，不过没有音讯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在里面加任何的音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将放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，然后我们之后的动画的解决也是就是用